我想说怎么这么久还没到啊，因为他在那个碧台风景区的最里面。很高兴受邀来到这个划龙舟的节目，今天是有很多创作者，有百位吧。你看很多人都是创作者，同事兄弟。那边有很多你们知道的人，今天又是到我们两个最尴尬的时候，很长的一个 social 时间，因为刚好他们有分配任务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就去过我们的任务，走吧。所以怎么那么尴尬？我又回来了。我等一下划龙舟都要耗拔河，我觉得有点紧张。今天就是一个 vlog 的概念。这样才赢一场，可以了啦，帮我们签名，谢谢。大家跟黄氏兄弟玩大拇哥比赛，因为刚结论是我大拇哥太短了，我怎么样都会输。三二一，开始。但是他有两个奇怪的动物虫，哎，不是的，我在避开他的那个攻击。他刚刚一直避开，然后突然转移话题，他突然要有一些技巧喽。真的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可以不要这么小题大做，没有我这么厉害，你根本一眼看到。刚刚发生什么事？莫名其妙就输了。真假的？欸、好了，换我好了。三二一，我的大拇哥在。有你们两个，他的大拇哥很有角度哎。有你们两个在交手。我们光比大拇哥的长度，我是扎扎实实的短拇哥。发现大耳真的很厉害，对，他在游移一下，然后突然就上。哎，他很会滑，那个大拇哥很会滑。我都觉得我卡卡的。三二一，开始。3、2、1，我赢了。哎、欸，你有让他吗？没有，你没有让他。我本来要找他的脖子的那个地方把压住，在你大拇哥很短的情况下，那请帮我签名。好，谢谢。春哥，我想问你哦，什么？请问鬼脸跟浮夸差在哪里啊？这个是鬼脸啊、嗯，这是太丑了吧？这是浮夸。所以他的共同点就是有翻白眼，有翻白眼，但是浮夸会看比较远。我看到高雄了，好到远。如果知道预备的时候，预备不要闹了，再正常一个对话。把脚拿好，不要下水，不要入水面。所有人的动作只有三个口令：注意、预备、Go。听到注意的时候，准备要开始。预备的时候就是把脚拿好 ，Go 的时候开始滑。这样吗？你走。到我们下水的时候，脚就会动了。高的那只手好酸啊！一二三，站好。灌我的，他说：“哎、欸，你真的不吃吗？”刚刚他去找财主兄弟的时候，他们就说 ：“Erica， 你怎么一直在吃啊？”我想说，怎么样？很香哎、欸，好认真，太厉害了！你等下就帮我拿一个，怎么办？我回去会胖啦！哟，我们今天吃了沙拉、吐司、咸派、提拉米苏、粽子。教练小仙，嗨！教练觉得我们两个人的表现怎么样？我觉得我蛮有天分的。觉得你们两个根本就可以当正赛选手，直接到我们那边去报名。我觉得你们两个的稳定度够了，10月、11月都有比赛，我们就会组队到，比如说台南、高雄、新加坡去比赛。那这个资讯要在哪里看到？哦 ，Sneaker。哦，好累哦。虽然我们没有得到最终的胜利，但是我们，我觉得没有拍到拔河画面超可惜的啦。我们两个占第一奖，哎，多威啊！我直接被吓到哎、欸！为什么会派这种弱女子跟弱男子穿不行哎、欸！而且一下说有哎、欸，为什么没有往前是往后？我前面是个壮哥，然后我直接很小，我没有办法，再也没有力气滑了。没关系啊，但我们很开心啊！谢谢 Capsule 找我们来这个活动，我们
认识很多很多的创作者，体会到华容周是什么。我现在信心稍微有点受挫了，就是、我也是，刚刚太可怕了。本来一直以为自己很厉害，然后刚刚一拔就可以当做一个运动，如果哪天想运动就来。对，我觉得我腹肌快要飙出来。对啊，那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然后帮我们分享按喜欢。大家端午节快乐！耶，谢谢大家。